同心，大家安安。今天是很欢喜，要跟大家来探讨啊，这个会计啊制度跟内部控制的问题。咱的课程内底是安怎要开这个科目？因为真多政府机关的公务人员，有的人无了解，咱会提最简单的例给大家，延伸标是安怎去判刑？大家足清楚讲好花招，啊，有诶讲啊歪歌，实际上啦，伊心内足郁卒诶，安怎郁卒？别人以前都会杀你，啊，伊在做议长的时啊，讲啊，摕酒驾的发票来咧报销，甲报报，甲母来讲袂使哩，你这就是贪污啦，摕公家的钱用去私人的，安尼袂使哩。这就是啥？这就是，伊无清楚啦。伊心内足郁出来讲，做出来的人，伊要来报销时，咱唔敢讲，这个袂使哩。啊，伊若袂使，伊家己落底个钱。出来就好势啊！咧，啊，超工我甲小甲报去，啊，审计单位啊，甲准了后，啊，一两年以后才来讲啊，你这个是贪污啦，因为伊以前是唔是国民党诶嘛，哦。啊，这就足清楚嘛，吼！所以要甲大家讲，啊，摆啊，咱民政府咧执政这个官员，大家拢爱知影，应该用的钱用伫咱人民的身上，会使开销，那是用伫你的身上。你家爱提钱出来付，所以大家都爱了解讲，为什么要爱开这个课？安尼，予大家足清楚，吼啊，这叫做开场白啦。啊，即马要自我介绍啦，吼，有的啊，伫东部的来的。啊，有啊，第二组啊，移花东这方面啦、啊、吼，啊，北部的啦、啊、吼，啊，因为最近哦，我较欠安吼、啊，所以以前我若较秘书长，走的台东，走的玉里，啊，走四界，拢有咧去啦。啊、最近因为较欠安吼，去印度回来了后吼，较欠安，所以我即马啊较无咧去较外围啦。我身体较好了后，我外围我也足好动的，足爱甲大家啊接触的。
啊，我自我介绍一下好啦，我简单吼，大家啊，那会啊上网站打进去，打张文燕，张文燕我足济个啊菜市啊名，但是爱加两字啦。你张文燕教授，你就会看到我，吼、哦，你若拍入去雅虎还是 Google。你甲拍张文燕教授，有我的资料，啊，我足清楚。吼、哦、啊，我伫学校啊做老师啊，就是为助教开始做甲教授，啊，佮做甲讲座教授，啊，这就是一段一段啊。因为我有去外国，啊，回来了后，啊，拢伫大学研究所内底啊，做系主任，做院长，啊，这是我的经历。啊，我的专门职业。因为同学迄阵啊，讲啊，咱逐个来考会计师，啊，我足感谢迄个同学，甲邀请讲好啊，咱同齐来考，我足顺利啦，伊也考着，我也考着啦，所以我有即个专业啦，吼、哦，就是讲，这是我的。背景，啊，会进行予大家知影。啊，今仔日发现到足济少年的来，我足欢喜，因为安怎，阮已经拢70外岁啊，实际上拢爱交棒啊，有少年的来接。台湾才会成功啦、啊，对毋对啊？希望大家回去较打拼咧，一定爱叫少年人出来。少年人若无出来，咱就会较缓慢。讲啊，恁遮拢老诶，啥？迄老人团，那种老人啊，但是咧创啥物？所以，咱是政府，美国定安尼安尼甲咱讲，咱是政府呢。恁台湾有两个政府，恁敢若毋知？一个是流亡政府，即马有管辖权。咱是法律的政府，台湾政府，安尼是毋是两个政府？咱伫遮为第一届讲到即马54届，我第一届也参加，甲大家共款交钱来上课，啊，阁做讲师，甲即马54届。所以，要甲大家讲，这是正确的，咱是依照国际法、啊，战争法、旧金山和平条约，所以咱是合法的。大家免惊啦，阮已经活遐久啊，54届啊，还要咧惊啥物？回去甲朋友讲，免惊啦，大家赶紧来啦！吼、哦，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更靠勇气的。啊，阮已经伫遮，我无遐久啊，一个月两期嘛，54届，你看几个礼拜，
你除以二，啊，你就算出来，咱两年外来，敢有人来超过？绝对安心啦！啊，好，咱即马要来讲咱的正题，要讲正题，要予大家靠这个概念呢。为实例来讲起，哦，咱就是要为啥？为无遵守啊，这个会计制度案例来讲起，安尼可大家较有趣味啦。啊，无讲到会计吼，伫商学院内底咧开课，有诶读到都冒咧烧，啊，有诶讲这个都是什么？啊，很矮板，家己无兴趣啦，吼、哦，安尼，所以讲，咱即马用实例，互大家了解一下，来看第一个实例。633事件，大家若知633事件的，举手看麦。我无真济啦吼。这633事件啊，哪会遐拄好？吼、哦，马英九总统伊开出来讲要达到633呐。啊，哪会去补一个讲啊？633。这个是台啊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处长，有待在外国10年以上的，举手看卖好不好？我无真济吼，啊，但是我要请问，有待在外国的10年以上的，那以前？啊，那以前有建交的国家，这个处长是什么官位？大家唔知知啊无？叫做总领事啦。大家安尼唔知知啊无？那建交的国家，咱派出去啊！这啊，因为到尾啊无建交，才改做处长啦。实际上派出的这个官员啊，拢是甲总统翕相了后才出去的，唔是讲发一个命令讲啊，你去带上班，啊，你去带报道，安尼呢？入去总统府，甲总统翕一个相，才派出去。这就是什么？这叫做总领事啦。总领事的权啊，有偌大？大家唔知，可能我无清楚啊，因为无住伫国外嘛吼。有诶有住啥？厨师呢，煮菜的啦，师傅啦，有带等于咧会晓扮总婆的师傅啦，总领事馆内底，伊有这款人啦，这个编制啦，这是咧创啥？请外国的贵宾呢，到总领事馆，也是伊的做迄、那个。算讲总领事办公室是办公室哦，总领事馆是总领事馆哦，伊的官邸啊，内底专门在请人客啦。啊，请人客拢是请啥？两个单位尔嘛，世界各国的外交官，啊无就请咱啥？咱交。乔姐吼，
咱讲啊，咱教界的领袖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因拢爱有这个编制来围绕遮，这就是啥？这就是总领事。啊，你咱大家安尼了解，总领事要出去，就爱甲总统翕相。总领事馆伊的倒啊位，有的拢安怎？后壁就是伊甲总统翕相的，啊是头前拢办公厅的头前拢揢一个啥？伊甲总统翕相的，所以安尼大家清楚，安尼有大无大？啊，你看遮大的官啊，伫遐安怎嘞 ？FBI 甲逮捕啦。哦，是安怎甲逮捕？啊，就是伊无照遵守这个，照讲无遵守这个会计制度嘛。伊遐大个官，啊，都有教厨师。啊，你看伊内底最少编制偌济人？起码有诶，拢啊八九个、几十个以上，啊，伊就爱去咧主办会计、主办出纳诶去甲领钱，领钱伊才来发互啥？这个费用，敢爱伊爱做这个代志，啊，这就足明显诶，这就是。无遵守会计制度啦，啊，无遵守会计制度，伊想要啥？伊想讲看下歪瓜子无啦？伊干那付400块啦，所以这和。流亡政府在美国很难看，因那时候说要怎样，说我们要用外交豁免权认罪协商，赶紧钱给赔赔的，不要开公证会，啊，就要把他救回来，啊， FBI 跟法院说不杀你，我底下加关两个话月，才好转来。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什么？安尼有漏开无？这叫做流亡政府的大官啦，安尼大家想看卖，哎，会计制度有重要无啊？大家心肝都爱家己，加上你后摆。接行政单位，你家己都爱了解，啊，无你我会成安尼啊。所以希望大家爱足清醒嘞，好啊，好大家了解。好，啊，咱过来。看第二个例啦，吼。咱来看第二个例。这是啥？教育部呢？
前教育部会计顾问，啊，伫88年到92年中间，侵占教育部重点科技基金2600万。啊，干那追回偌济啊？3万7千。啊，真正，所以这是发觉的呢，无发觉的规大堆啦。有诶讲，恁诶政策。钱要为带来，有诶，咱有咱诶第一波政策出去，安怎甲大家讲？为学费，为读幼稚园开始，学费拢免交。有诶讲嘿，恁钱要为带来。你安尼，大家看到足清楚。那卖贪污，卖污，这污拢我几千万呢，钱奈无。所以这予大家去思考啦，吼，这个观念予大家去思考。过来。这样实在是这自由时报的报道啦，总会甲分会啊，底下咧咧抄袂好势啦，可能分袂好势啊，咧抄袂好势啦，啊底下这。咱也要甲看，这也是因为会计制度的问题啊。吼，啊，因为咱来过来看这个日本人，足感谢咱台湾讲慈纳米的时啊，咱甲捐足济钱嘞。啊，捐足济钱嘞！问题就是啥？流亡政府咧换啥？换这个红十字会的头啦。执行是安怎？按照没有执行力啦，是65.7%啦。我。甲讲日本人爱互恁了解，实际上发生津波咪，大部分拢是本土台湾人的捐款较济，因为一寡较大的企业，拢以前甲日本的企业拢有渊源。一寡啊，较有年岁，拢有感受和日本的教育。因为对我来讲，我那是阮老母的时阵，我那是咧叫客长，老爸那是咧叫学徒生，啊我。有咪迄个？啊，这就是明明咱那是本土台湾人，就是日本天皇迄阵啊的人民嘛。啊，讲唔，到尾来讲唔是啦，我摕车轮牌的啦，无法度。啊，要搁予大家知，我有当时啊吼，
伊甲这提出来互看，就是讲，会计人员甲审计人员，你本身有会计甲审计的专业，你就爱把关，毋是讲历史工业啦，吼、哦、去发明这个名词，讲哦历史工业，创造这个名词，所谓历史工业，大家想看卖，什么叫做历史工业？讲啊，啊以前的总统都会使安尼开你，诶、欸、啊，即马啊拢会使安尼用你，甲即马讲安尼袂使，啊无安尼啊，这个拢无算啦，安尼因为这是历史工业啦。这就是要让大家清楚吼、哦，我要直接爱强调，阿拜咱执政的时，你是会计人员，你爱把关，你无把关，处罚的会计人员先处罚，审计人员先处罚，唔是。头顶的，伊做主管的人，伊都唔捌会计，啊！你搁去讲，伊就爱去安怎去报销，安怎去创啥？你的报销，你是这个单位的会计人员，你就爱甲恁的主管讲，哎，这个开哩，这个袂开哩，你来分好清楚。伊要来提来报，你就搁甲讲好清楚。安尼哪会发生？绝对袂发生个代，无迄个历史工业啦。吼、哦，这样爱好大家了解吼、哦。啊，这就是我要予伊，予大家知啊。是安怎？流氓政府要甲你啊，滴滴，员工。乌白开啦，直直开啦，吼、哦，咱会了解。啊，这拢是啥物？这拢是咱后摆啊，子孙爱去负担的啦。咱会去了解讲，哎，梦想家表演2亿3000万。2亿3000万，甲即马讲无代志啦，无代志，实在。这那是足，看到这吼、哦，实在，哎、欸。主计长是行政院的会计长咧，员工全国会计上大个呢。啊，安怎来处理啊？伊无要遵守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啥？哦，自入性的行销开违法的后门啊！啊，这是啥？啊，新民党哦，这个亲民党诶吼，讲、哦、这个是无法相信呐、啊，主计啊，总处诶做啊，处长啊，会做出这么荒唐的代志。啊，这就是安怎？无法度啊！所以弊案会遐济，就是安尼啦。碰到因拢无代志啦，安那有法度？徐水德都安尼讲啊。吼、哦，啊，徐水德安尼讲，毋是我讲的啊。伊讲国民党法医是国民党开的。
你老百姓有什么办法？恁应该死好了，永久做奴隶啦，永久做黑蚂蚁啦。红蚂蚁、黑蚂蚁，大家知影嘛吼？红蚂蚁就是讲因遐流亡政府遮官员来，吼、因足歹嘞，举杯黑蚂蚁，甲遮黑蚂蚁消灭，才摕伊。这个、迄个要做义，甲抹抹到身躯，因来只饲这个小的黑蚂蚁，叫黑蚂蚁去做工啦。这就甲表示啥物？把咱本土台湾人当奴隶啦。这，互大家去思考。从这都很明显啊！啊，我无代志呢。啊，这都毋是我咧讲，我去加咧，互大家看咧。这他都要讲，这安怎你知啊？审计部统计啦，中央甲地方啦，因这个叫做百年国庆的经费啦，审计部啦批啦一笔糊涂账啦，拢总了偌济钱？47亿啦！这对啥呢？经济部事后啦，那么薪资啦，就是讲安尼个，拢个付付的啊啦，无代志啦。所以。有悲哀也无悲哀，真正是足悲哀。那知影的人吼，真正手得软，真正。咱迄个资讯拢无公开，无爱互大家知。有啦，咱遮着看了报纸有啦，即种报纸咧报，报大家都袂记哩啊。因为遮黑蚂蚁足认真做代志，都无做无他食，来去插插遐济，政治拢毋好插哦。伊讲过三顿较要紧啦，你着永久。拢做奴才啦！你愿意你的子孙要阁做奴才无？咱毋免，干那台青身份证较济咧，叫较少年来受训，安尼咱就成功啦。即两点。特别拜托，真正爱大家登去斗宣传，我请因来受训。好，咱过来，我看这那是共款，这拢毋是我咧讲的啦。当然，这。就是啥，因都要选票，那是无法度啊！既得利益者，伊认为
伊较优秀啊，哦，啊，当然，那照我来讲，我要提18%，我是有份的。我国立学校的呢，到尾啊，我才走出来国外，安尼啊，转来伫南部的私立大学，甲研究所咧开课，是安尼啦。所以甲大家。咱的案例啊，就讲到这。咱即马要互大家讲一个，虾米叫做会计制度？好、哦，互大家知影吼、哦，会计制度甲虾米有关系？甲法律啦、啊，甲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啦、啊，吼、哦。相关的法律制定下的内部会计的循环的作业，这就是会计制度啦。所以讲，一寡教授研究会啊，报账发现说有伪造文书。发现说有贪污的现象，到尾来讲啊，我们来修改会计法啦。啊，实际上啊，就是安尼，大家都足清楚，会计制度甲啥物有关系？甲法律嘛，哦。应该会使报销的，就会使报销；未使报销的，你甲报去哩，都有问题嘛。哦，所以专业的人员，你爱做第一个把关，这爱互大家足清楚。你若无把关，到时发生。咱民政府咧执政时啦，第一个处罚一定处专业人员。假设你是工程师，啊，你咧做监工的，有偷工减料，第一个处罚要处罚什么人？一定工程师嘛。你是专业的人，咱遮是安怎呢？咱专业的人，咱无啥代志的款。所以，这个观念一定要改变。后来，那依照这个会计法啦、会计制度啦，有包括这个项目，这拢无要紧吼。大家我免去，若有兴趣的吼，去咱的工作同仁，你带随身碟来，哦，啊，甲拷登来看，吼、哦，做参考。啊，这我免大家免啊，足清楚去了解，干那知影讲，因为会计制度有一个叫做会计法，啊，会计法内底啊，我有定出来讲。会计制度有这个项目，吼、哦，会计报告、会计科目，啊，甲会计的账簿啦，吼、哦，甲这个凭证，这足重要。这个凭证吼，严钦彪就是伊拿的凭证不对啦，伊莫去提啥，莫去提酒驾的就好嘛。哦，哎，莫去摕酒驾发票就好嘛。哦，所以讲这应该无啥物问题吼、哦。咱过来，
政府的会计制度，咱因为一般咧讲会计制度啦，大部分拢是讲商业上的啦。啊，实际上现在政府的会计制度甲商业上的会计制度啊，应当是雷同同款啦。但是较无同款的所在，就是因为政府的啊，咱的经费啊，拢有做这个哈预算啦。啊，所以讲，咱是来这个政府的会计制度是补助政府预算管理的工具，啊来推行。啊，各级政府的政务，啊，甲控制资源，这点足重要。这个控制资源，实在政府的力量是足大的。伊来计划一个经济开发也好。伊那资源挤落去，这个企业一定会爬起来。是安怎？张忠谋，伊那是咱政府培养出来，因为咱迄阵啊有咧杀这个啊，这个叫做啊。电啊，这个资讯啊，电脑这方面啊，张忠谋拄啊，伫外国甲叫倒来来开这个工业园区啊，互伊台积电去发展，唔只有从今仔日的成绩，所以讲这足重要。政府的预算甲推行政府啊，得控制这个资源啊，这拢爱啥？啊，都要帮助这个企业，这个定定的办法啊，大家若无意见啊，上国会同意，安尼就来执行啊嘛。好，啊，咱今麦要搁讲，通常啊，预算制度啦，爱达到。控制政府机关各种的税入甲税出的目的，一般讲收支平衡啦、啊，这就是讲，咱那是政府袂使阁有剩啦，吼，讲就爱收入甲支出甲开互完。实际上啦，也、啊、不一定安尼啦。你那是一块做两块用，反正你收入较济，佮有剩的钱，阿伯留咧佮去做其他的发展，安尼唔得对。所以，咱大家。迄、那个权力法案甲四十九条，甲大家提出来甲看一下。四十九条，因为。咱的以后的预算啊，咱的预算啊，下摆要审查啦，会依照四十九条，吼、哦，啊，无要紧，恁大家先看一下好，啊，咱来，即马来，搁讲倒来讲，一般的公认的会计原则，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。
啊？四十九条呢？四十七。安尼，我只确定啊，只个看卖，去了解一下吼，袂紧吼，确定啊，咱只个看卖。咱来看。啊，咱来看。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，是不是二九条？啊？四十七条？不是，别紧，咱确定啊吼，这，咱即马来看。一般的公认会计原则吼，这边要让大家知影讲，第一个就是要甲大家讲，较简单的公家的钱，你就爱用于公家；你私人要用的，你摕私人的钱去，这就是讲，迄个个体啦。企业个体的假设啦，这就是公家的钱，你公家会使摕来用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若要开私人的钱，你就开私人的钱。较简单的，伫较文明的国家，伊家己。有私人的车，啊，若有公务车，你若公务要出去，才用公务车；私人的要去郊游，你得开私人的车。因分甲足清楚，吼、哦！啊，这简单安尼解说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讲啊，这都政府拢也是自啊用私经营的。这大家应该清楚。咱即马特别讲货币单位衡量的假设啦。咱咧计数要用什么单位啊？咱后摆用正代票啦，吼、哦。咱现在是讲新代票啦，啊有诶用美金啦，啊咱后摆啊，咱会推行正代票，吼、哦。过来第四，迄、那个叫做币值不变的假设，一月初一100元，甲12月31日那是100元，吼、哦，啊是安怎？啊，有诶讲诶，啊那依照经济学咧，甲咱教咧，甲咱讲，一月初一100元。可能到12月31日，可能咱要去买，伊个价值可能变96元啊，97元啊，就是贬值去嘛。好、哦、啊，但是咱个计数个小铺啊，无贬值个啦。好、哦，这里爱我大家知影吼、哦。啊。这个时间点吼，这话足重要，因为咱现在联邦政府啊所用的制度是1月7日甲12月31日，啊，美国那是用这个日子啦，但是日本啊是4月7日开始啊，甲第2年3月31日。台湾变为日本永久不可分割的领土是什么时阵？
1945年，1945年4月7日，是安怎引用4月7日？因为伊个会计年度嘛。安尼大家有清楚无？流氓政府讲这是叫做啊愚人节啦。4月7日是啥物？愚人节啦，这迄天王甲恁骗的啦。安尼大家有清楚啊？无清楚？啊无伊那要去定4月7日，创一个愚人节。吼、哦，安尼少年唔知。现在较无啊，吼，较无咧4月7日啦吼。阮迄阵吼，定来甲咱强调，4月7日是愚人节哦。伊袂甲你讲，日本天皇颁布诏书是4月7日，甲台湾列入啊永久不可分割的领土。伊袂甲你讲这個，伊讲。迄日拢是骗的啦！即卖可能学校无咧讲愚人节啊吼，有啊无啊？4月7日较少啊吼。所以迄阵啊，伫咧咧讲灌输，吼啊，这要予大家清楚吼。啊，这重要性加稳健性吼，这就是咧决定。咱一套社，这个假讲这间公司一套条，交予 A 会计师来审查来做调整，还是交予 B 会计师来审查甲调整，做出来啊？无一定100%拢共款，是虾米原因？就是这点。有诶会计师讲，这条钱伊认为无重要，做费用甲开出去。有诶会计师诶观念讲。这条钱虽然金额无多，但是这条开出去以后，咱要会阁赚到转来，所以伊认为袂使为用费用就甲开出去，伊甲列做啥财产啦。所以会计师两个会计师做出来笑，无一定同款。所以真济学生囡仔咧加问：“老师啊，咱期中考、期末考啊，出来迄考的题目啊，答案拢一样，那也是无相公有会计师做出来笑，无一定同款。”因起这个疑问啦，我就甲讲，这就是这个情形啦。吼，互因我会了解。因为高等考试、普通考试，我若被邀请出面。提过专门职业的考试，有的在选题的时候，咱发现有模棱两可的，咱一直甲改甲讲，答案是正确的，无迄个模棱两可的啦。这对考试甲实务上无啥共款，吼啊。这就是给大家，因为会判断的问题，
啊，歹势啦，二十九条，毋是四十九条啦，吼，头拄啊，忘记咧。这就要甲大家讲成本甲效益的原则啦。咱啊，公民权利法案二十九条的规定啦，一本比啊，我们啊，依照一本比小于啊，要咱爱参考吼，一本比小于一的不得执行啦。咱已经甲定出来啊，以后一定没有文字馆、蚊子馆、文字馆啊，文字馆大家知影嘛吼，蚊子馆啦吼，是安怎以后会无？里头一本比小一的不得执行啊，大家看。这个利益，这个是什么？成本。利益、成本、利益的啊计算，安尼唔知大家清楚？这个就是成本嘛。你较简单来讲，你开一箍去，你都爱赚箍半转来。你若无赚苦盘转来，你就开一个去，才剩八角，安尼敢会做哩？较简单的想法，安尼唔知有清楚无？你开一个去，你最少爱做三颗赚到转来，安尼唔叫好料，这叫做效益呀、啊。诶，这点大家动一个脑筋，你有啥物问题，你出恁发表一个想法。吼、哦，足简单，益就是啥物？效益、收益嘛。啊，本是啥物？成本嘛。吼、哦。这个观念足重要哟，这个观念足重要，成本跟效益原则足重要。你要做生意会赚钱，你一定爱啥？你一定，你若有利润，你唔才去做。你上头要经营这个企业。你要创业的时，你家己思想讲：我来经营这个，我包赚钱的嘛。啊，什么叫做包赚钱？你投资内，搁有回收，唔才有赚钱。啊，所以讲你一定有利益嘛，唔才要去做这个行业。啊，你若上头算算的讲：我投资内才收袂转来。安尼敢有人要做？一定无要做的嘛。讲食饱换枵的，摕钱搁去放人，摕钱放人，大家唔知怎样无？啊，就是讲叫人来经营啦，叫一个经理倒来经营啦。啊，到时讲经理就甲你开去啦，开去甲头家讲咱爱搁负债五十万呢。啊！你唔是爱过去摕五十万去付付的，啊！这啊，无甲关关起来，啊，就摕钱放人啊。啊，无你就，那是爱过去拿。所以讲，这个观念足重要。成本甲效益的观念，那无啊，要做生意足困难。咱的政策，这一定爱做，现现都爱了钱，那是爱做对不？这会使用会计政策，用
会计政策啊，咱来啊，咱底下讲无着啦。我认为讲这件，大家会无了解吼。这就是讲，实际上这就对人民有好处的，咱讲有啥物好处？迄、那个学费拢免纳，啊，这有利润啊无啊？无利润啊！啊，这就是用啥？咱一定爱安尼做，啊无，这来起一个咧吼，咱迄个做中沙大桥，啊，咱都无钱，啊，要一定爱开一条，安尼要安怎？一定咱就是来借钱先做，收几落费再来纳，安尼清楚无？较高的主管，因为我常常讲到这吼，有时候我会无耐心的啦。啊，到尾啊，这可能我有人拢咧看这个节目吼，这安怎呢？伊赶紧啊，伫迄个仁德交流道爬起来，咱要坐迄个高铁的时啊。去挖两个大窟啦，唔知那仁德要爬起来，啊要去坐到遐两个大窟啦。啊，我迄阵啊，好安尼，伫我遐要做机械吼，伫遐咧挖，我看，因为我报纸看到讲赖清德安尼讲，用空咧饮水，那无钱啊。伊若要去甲银行借钱来完成解决银行的银水，我看到遐个乌窟啊，伊就是安怎嘞？要予伊若惊台风来，所以要甲留的迄两个窟啊落去。我甲讲，这就是会计政策赖清德的。我看到报纸安尼报道，起码讲安怎嘞？即马做要做到要好啊，遐讲哎，叫一个啥水利署的啦，大家去看嘛，真正去看一个水利署的，这就讲因是水利署的工程啦，因是赖清德。啊，事实上，伊爱这水利署啊，甲地方要去啊，爱迄、那个。伊爱来补助啊，啊补助这个款啊来做啊。伊讲，若中央不来做的话，他要去贷款来做。啊，我直接上课咧，无来青岛，啊，到尾水利署跟挂一个旗啊，唔相信的吼。那伫台南要坐高铁，你拄啊上仁德高速公路。郑秋平，徛一块郑秋平遐挖两个窟啦啦，啊边仔遐吊一个布条啊，讲迄是水利署做的啦。真正，咱咧上课，拢有人咧甲咱看，哦，就是安尼啊。哦，啊，这我予大家清楚啦吼。啊，这行业别的有当时啊，时间的问题啦吼，啊，这甲咱较，迄个咱，即卖要来讲，实际上，会计制度有两个制度，一个是现金收付的
基础的制度。讲到现金才入校，这叫做现金制度。尽数，咱迄个医生馆啦，尽数吼，啊较细间，伊都无要阁请一个会计，伊都护士兼做会计。哦，啊你来啊挂号偌济，啊提药偌济，哦安尼500块，好、哦、啊你就付500块，啊你就转去啊，啊伊就收500块。有现金收入才有算数啦。啊，即摆收收的，我今仔日拄啊哦，收入拄啊15000块。啊，伊今仔日的收入就15000块。哎啊，但是付这要做啥？迄个要做药啊费，药厂来提这个要做迄个药啊来。伊讲爱付偌济，讲爱付8000块，啊，就付8000块予伊。哦，啊，15000块，啊，扣8000块，才剩7000。伊今仔日哦，7000块，这叫做现金收付制度。有诶吼，足夭寿诶。安怎要求方法？伊无要甲你讲足清楚啊！伊想编出来，伊用现金收付来甲你讲。伊安怎讲？伊讲，啊，都欠偌济啦，啊，一定啊，都了偌济。伊无要甲你讲呢，伊毋是用。这个款式发生，实际上会计制度一定要采用款式发生基础，一定要采用款，这才会算出来讲，你今年开始赚偌济，你今年开始赚偌济，这安怎解释？我用简单的甲大家讲。咱今年，若惊有今年吼，应该收入的，今年实在收入的，惊有100万。但是啊，明年爱收入的啊，因为医生付予咱。咱收150万，啊，实际上50万是明年的。咱的销啊，是袂使记150万的，咱干阿会使记今年的100万的。这50万是明年的呢，爱算明年的销呢，会爱算明年的收入呢。所以讲，要甲大家讲，这叫做款式发生基础。你若无这个观念啊，真正有诶要甲人沟通骗，有诶伫会计咧做卡手，啊，这都无爱记嘛，你无爱做。你就讲啊，今年赚偌济啊，150万嘛。啊，好，头家看，咱今年赚150万呢，咱啊，咱迄个做奖金爱分较济呢。好，啊，都大家分分尔呢。啊，明年是这些了钱啦，安尼对唔对？实际上唔对，安尼唔知大家有清楚无？好啊，所以这是讲咱的收入。有当时啊，咱的支出啊，同款，
咱今年爱付的，啊，今年啊，都好朋友讲啊，买去啦，较慢才算，较慢才算啦。像每年，诶，这个啊，今年爱付的少，咱无付，伊讲较慢才算嘛，咱今年无付。啊！咱明年才去付，欸，啊，明年啊去付今年的，安尼敢对？绝对唔对。所以这个观念足要紧，吼，哦，这个观念啊足要紧，吼，哦。啊，这就是叫做悔改原则，吼，哦。啊，这悔改政策，咱头拄啊简单介绍过，莫去讲啊，吼，哦。现在要讲内部控制，内部控制头拄啊讲过啊，发生代志拢是啥？内部控制无好势，才会发生代志。啊，内部控制也是一个管理的过程，吼，哦，啊，就是爱决策的这个。单位啊来核准，吼，哦，啊，实际上爱达到这个目标，可靠的财务报道，吼，哦，啊，甲有效率、有这个效果的经营，过来相关的法令爱遵守，所以公务员。有好做啊，无好做，实在照讲，公务人员的责任是足重足重。你若真正投入去，吼，哦，就爱了解相关的法令。但是你往政府就无共款啊，讲安怎？法律办偌条啦，到时才去找一条就好啦。啊，就是安尼啊。南投县长，伊啊到尾也毋是去找一条，原早讲要去要付出。啊，到尾啊，找来讲，哎，袂煞你啊啦！讲法律办偌条，要伊看要安怎家己去找一个，无法度。即个拢是较吼，咱要定这个内部控制原则啦。这原则我看，予大家了解一下就好。吼，哦，第一就是合法性，一定要合法的嘛。哦，第二就是全面性，这足重要，无什么特权呐。你若有特权呐，你就无法度好处理啦。欸，咱讲炸弹客，高铁。诶，发生这个爆响啊，可能啊，咱都啊天佑台湾无发生。啊，起码咧规划讲啊，咱要安怎来执行安全的问题？你若有这个特权呐，啊，你无法度去执行啦，啊。讲我伫法律院，我咧赶时间啊！你着搁叫啊，搁去检查一下，但时间都袂赴。伊讲哎，我伫法律院，我着要爬起来，要爬起来。哦，那安尼，诶，伫法律院就使去啦，其他人敢袂使去？这都是爱全面性，这是予大家了解吼。阿伯啊！公务人员，你爱家己遵守你家己的法令，吼，啊，甲你爱家己
了解，公务人员是领老百姓的钱，你爱做表率，给老百姓看，安尼唔才对。啊，唔是讲较早公务人员拢伫遐咧啉茶看报纸，甲现在我也一直感觉讲，足济单位的公务人员啊，拢足优秀的，高等考试考入去，伫遐怎嘛安怎咧？什么代志拢去要外包啦？什么代志拢要什么？委托给专业人员来做啦，啊，就编挂预算，啊，再叫一挂审查人员来去审查啦。啊，我那是工业工程委员会的审查委员啦。啊，有当时啊，会叫我去。好啊，下礼拜拜三我要去高雄政府去审查这个案件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啊，就咱尽到咱的本事，咱所在叫咱来审查，我就换照写照批。啊，当然迄拢是啥？叫审查人员拢有当时啊，叫头七个啦，啊，大家下落去评比啦。哦，啊，这我好大家了解吼。啊，因为虽然退休吼，啊，我有当时啊，台北哦啊，各地方的政府要叫我去做审查，我也拢有参与啦。后来重要性的原则，吼、哦、啊，这甲有效性的原则，这拢爱兼顾着吼、哦。啊，过来制衡性的原则吼、哦，这互相牵制嘛吼、哦。啊，甲适应性的原则，这拢互大家做参考就好啦。时间上的关系吼、哦，咱一个讲到成本效益，所以成本效益有重要无？足重要。无论你要经营企业也好，你要做行政工作也好，你一定爱有这个原则啦。才会安怎？才做了，大家会足欢乐。好、哦、啊，这我爱给大家了解。咱过来讲，成本效益的概念是效益要大于成本。好、哦，那么才有这个迄、那个提供的价值。伫遮要阁介绍一个。这个价值啊，我爱有这个价值分析的观念。这个价值是安怎决定？这个价值，你爱行政人员，你爱家己去判断、去分析。好、哦，啊，这我第一个论文吼、哦，写啥子在？价值分析与预低成本的观念，价值分析、价值分析甲压低成本的观念，这我是写第一个论文。啊，这个论文啊，因为伫大专要做老师，拢爱写论文。上信早期要教育部通过，好、哦、啊，这给大家做参考。所以讲，这个价值啊，足重要。我较简单的，给大家做参考吼、哦。
有个人吼，啊，都一个月赚50,000啦。伊用甲足好势，啊，佫有剩。有个人一个月赚60,000，讲无够用啦。有即款个也无，应该是足济的。这就是啥？这就是价值分析啦，较搁讲较简单嘞。啊，这个家庭赚60,000，这个家庭啊，伊就是夏天要去买冬天的菜，安尼大家清楚无？夏天伊敢若讲爱来买冬天的菜，食了才会爽快。伊无咧算迄个价值啦，啊，这个食这个菜是维他命 C 拢同款，啊，你哪会爱去买？咱即马到夏天，啊，夏天的应采足好咧啊，啊，你就爱去买冬天的菜，啊，冬天的菜一定较贵个啊，伊就爱安尼啊，啊，当然，啊，你赚50,000迄个家庭啊，过了足好啊，伊安尼过了足好。夏天吃夏天的啊，冬天吃冬天的啊，欸，啊，還有春的，這樣一個觀念讓大家就很清楚，這樣把應用你的生活上，大家來上這個課，6,000就又賺到回去了啦，喔，啊，這大家是在做挑戰啦，喔，啊，我讓一個觀念啦，实际上是安尼，应该用的咱爱用，就是爱讲要用伫什么点，啊，甲要买时爱去考量讲伊的效益的分析，拢爱有这个观念啦。欸，啊，即马都大家哦，大家去大卖场啦。看到啥？榴莲啊，榴莲袂歹啊，即卖偌济？一公斤70几块啦。咱若阁等一下，一公斤30几块，啊，咱若何必啊去食70几块？等30几块再来食就好啊。历史予大家思考啦吼。啊，我要甲大家讲吼。这确实对家庭的观念、开销的观念，大家好好啊去计算一下，会剩足济钱哦。啊，过5分钟啦吼，啊，无要紧，咱5分钟甲讲好煞吼，啊。内部的控制的这个制度的方法吼，啊，这我看咱，予大家做参考就好啦。我要来讲，来讲讲这啦吼。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的重要性，内部控制啦，是企业单位内部的财务甲这个营运上的治理的聚合的过程的实施啦。间接的是伫这个啊，整合甲这个有关啊单位这个会计政策啊效率的效果的问题。主要会计制度是一个。啊，理想甲标准，咱定这个制度是一个理想甲标准。内部控制啦，是一个监督的过程，吼，一个理想标准啊，监督的过程。啊，控制目的是要创什么？控制目的是要来。防来舞弊，咱袂使有这个财务报道的舞弊，这就是讲做假账啦。
吼、哦，啊，第二就是啥，侵占公款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占这个资产啦，吼、哦，侵占公款，做介绍啊，甲侵占公款，这就是内部控制，内部控制呐无好，内部控制呐无好，一定会产生这样的代志。啊，所以，但你开公司也同款，你阿伯啊要做行政单位，啊，你的政策，你都爱考量这个问题。哦，啊，你那是做愈大的官，你爱家己更谨慎。吼、哦，爱家己讲，但真正开一块出去，有收入两块转来无？甲百姓做两块的效益无？那安尼做，人民大家足欢迎的。安尼换政府才有意义啦，啊无什么意义啊。啊，咱做一个结语啦，哈。会计制度，这个看，吼、哦、看完整无吼、哦，啊，拢会将会影响这个财务报道甲有关的品质的好，吼、哦、好歹。啊，直接影响机关决策者的。判断甲诶误导，对整体政策诶规划有足大诶影响，是安怎讲？咱若有遮个经费，啊，咱来做遮个。最近的什么？在缓和嘛，大家足清楚嘛吼。啊，是安怎？新加坡，伊有咧建啊核能发电啊无？无啊，伊的经济敢会比咱较歹？所以，啊，咱敢一定要来做啊合适。所以我让大家去了解，足济代志啊，一定要甲外国的情形摕来比。人新加坡迄阵啊，因的公务人员，欸我家己检视呢，咱遮有啊无啊？咱遮搁咧加薪啊，所以吼、哦、差很大。所以，即予大家做思考啦吼。啊，今日时间啊，我已经到啊。啊，感谢大家。多谢。请起立。